你好，你好，我们是 Miki。那蹦蹦呢？就是采集这个芋头之后，我们会捣。还是他哈，因为其他人都下班了，所以他留下来继续演。他现在做的这个动作呢，各位可以看到我们餐厅的木雕石雕，还有我们圆环的那个石雕，都是为了去掌声鼓励。